么不见了？哎，草莓姐姐，你在找什么啊？哎呦，蜜蜂姐姐，你不知道吗？等一下老师要检查服装仪容，我的头发这么乱，哎，我一定要好好整理一下才行啦。啊，要整理头发哦？哦，我知道草莓姐姐在找什么了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草莓姐姐要把头发整理好、梳好，应该要用什么工具吗？布告栏有三个提示，小朋友一起来猜猜看哦。第一个提示是筷子，第二个提示是梳子，第三个提示是叉子。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嘞？小朋友，赶快动动脑筋想一想，现在是跳舞的时间，赶快跟我们一起来动一动吧。猜猜答案在哪里？等等回来告诉你。一起来摆摆头，扭扭腰，一起准备来唱歌跳舞喽！Thank you.
起来了，好有精神哦！准备好了吗？蜜蜂姐姐要继续来下一首喽。梦想的手心，决定继续，决定要背着梦想一起旅行。太阳和风雨我同行，热情的微笑会开启幸福的门。维持一种心情，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，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。在这个世界，许多令人沮丧的回忆，年轻创造自己的奇迹。不要忘记那股真心，不要忘了自己才是你自己的主人。 Hear my song， 说好和梦想一起去旅行，自己决定自己想要的回忆。太阳和风雨我同行，没有过去和目的地。啊，往前往后尽管随心所欲，犹豫和恐惧不会有任何意义。笑吧，勇敢唤醒，年轻不会平凡无奇，相信自己。悠悠布告栏，答案选选看。小朋友，我的头发好乱哦，我应该要用什么东西来整理头发呢？是筷子、梳子还是叉子呢？正确答案是梳子，而且草莓姐姐，我现在这里刚好有一把梳子可以借给你啊。哇，真是太好了，谢谢蜜蜂姐姐，有了这把梳子啊，我就可以把头发梳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哦。没错没错，还有小朋友要记得哦，每天早上出门之前一定要把头发梳理整齐，照一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衣服有没有穿整齐，纽扣有没有扣好，检查完毕之后才可以出门哦。要做个整齐清洁的好宝宝，大家才会更喜欢你哦。草莓姐姐要去梳头发了，小朋友，我们下午